艺术对于我像个时空隧道，它让我出入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世界，在体制内外徘徊。它也让我在社会现实和纯粹艺术追求里摇摆。我头脑里面总是在胡思乱想，也有很多特别好玩的事，总是想跟人家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它是需要世界各地的人帮助，才能把它一个个实现起来。它也都是我自己很想看到的东西。在日本福岛的核电站事故以后，我赶紧捐了作品拍卖给盘城的老朋友们重建家园，但没想到他们却回答说，他们要用这些钱在他们的家乡种十万颗樱花。开始我有点不明白，后来听了他们的留言被感动，决定回来和他们一起种樱花，也为这些当地留守的孩子们创建一个回廊的美术馆。我也期待哪一天真的从遥远的地方看被核电站污染过的土地是一片红色的樱花的海洋。数十年来，我的工作和生活一直穿梭在多元文化之间，在五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以不同的族群共同创作。我像一个种子，在不同的土地开花。结果，后来人们经常说起我的艺术，是跨越了国界，促进了文化之间的对话。
那些年，我在世界各地放火搞爆炸。2008年，却炸出了广岛和平桥。那一年，我第一次在天上画出了黑色的彩虹，像水墨般向天上洒去。911使我感到了纽约是我的家。第二年，我和这里的人们一起用火药点燃了一个彩虹，纪念一年之前的那一场灾难。1999年，我在巴西帮助未成年犯罪者的教育项目，我让他们做大炮，希望他们了解火药和人的能量可以用于暴力，也可以造福社会，成为艺术。那年，我来到了美国。那时代，我常用外星人的眼光来看这片天。我第一次在西方做展览。1989年，我第一次用火药在大地上创作。1986年底，我来到了日本，开始我以为东京有3000多家画廊，就有3000多个机会，可是却屡屡被拒在门外。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还有别的方向可以去发展。1984年，我第一次在画布上用火药做实验，火烧起来了，画布也烧起来了。我奶奶用麻布把火灭了，她使我开始懂得。点火重要，灭火比点火更重要。1981年起，我开始在上海学习续集的舞台设计。60年代，我的艺术启蒙源自坐在我父亲腿上，看他在火柴盒上画山水。方寸之间，天涯万里，一个小小的火柴盒上，父亲的情感和世界却很深。泉州对世界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1957年12月，我出生在中国的泉州，父亲给我取名叫蔡国强。